Thank you.
Thank you.
兄姊妹高早，蒙神的弟兄姊妹甲实体兄弟姊妹高早平安。好无，咱即阵来开始我咱的聚会，咱来先来做一祈祷。哈利路亚！天父上帝，阮感谢，阮来阿罗哩，主啊，阮将这聚会完全的交托乎你手中，求圣灵你大大的来充满每一个人，恩膏每一个人，主啊，完全交托乎你。祝你平安，你喜乐来充满每一个人。感谢俄罗斯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，阿门，阿门。我伫今日要来读一段经文，诗篇九十篇十二节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算家己的日子，好叫阮得到智慧的心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算家己的日子，好阮分。好叫阮得到智慧的心，诗篇九十篇十二节。感谢主，上帝给咱每一天的日子，咱要感恩，唔通当作是理所当然的，咱要来感恩，要来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！咱感谢主，这天父恩典是真正大。咱来徛伫，甲你身边人讲，天父恩典是真正大。哈利路亚！真正大，好无？咱来拍棒。天父恩典真正大，真正的恩宠，无论风阴也平静。咱就所算你的恩，天地的有存，好在你烦难变作欢喜，烦恼变福气。你的脚印带，好咱恩典拢无煞，开咱的心看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。
啊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过去的日子，主如安如怎样带带我人行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来阿罗哩。一年行过真多的日子，主啊，你的爱不捌离开我身边，不管欢喜也是伤心，你的恩用你的笑面来安慰我的心。我的日子，看我做过的代志，主啊，真多事，叫你实在的伤心。但是主啊，你原谅我，你有耐心，家己教我，完全来改变我主你的爱。我要唱歌，我要讲给别人听，主你的爱实在伟大。我满心感谢你，是我做你的兄弟。来，姊妹来。伤心，但是主啊，你原谅我，你有耐心，家己教我，完全来改变我主你的爱，实在伟大。我要学路，我要唱歌。
的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咱过去的日子，上帝安怎带咱人？咱想看卖，咱过去日子的时阵，咱有和咱的主伤心流目屎无？那是有咱用淡薄时间，咱来祈祷，咱来甲主讲，主啊，求你搁一摆来赦免阮，也赦免阮，和咱卖搁和主来搁伤心。主啊，阮来到你面前时阵，主啊，求你搁一摆来怜悯阮。有时咱互你伤心，咱毋知影，但是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搁一摆来光照咱心内面的黑暗，互咱知影讲，主啊，咱互你伤心，互你流目屎，主啊，求你搁一摆施恩来怜悯阮，主啊。求你来听阮的兄弟姊妹的祈祷的声音，感谢俄罗斯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。阿门 ，Amen， Amen。主你的爱实在伟大，我要俄罗。我要唱歌，我要讲予别人听，主你的爱实在伟大，我满心感谢你，想我做你的子女，主你的爱实在伟大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咱做一下，做一下打拼。伊看著我的心。
主，亲像一粒草开的花，予人看到你的色彩。我看你的心，我有你的情，一句话，一首歌，讲出耶稣疼咱的恩典。一脚步，一里路，活出耶稣的生命。我看你的心，我有你的情，一句话，一首歌，讲出耶稣听来恩典。主啊，咱会活出咱的性命，主啊，活出亲像你的性命安尼款，主啊，帮助咱，主啊，帮助咱，这是阮的祈祷，这是阮的称颂，主啊，将一切的荣耀、颂赞、隆重归乎你，拢归乎你，哈利路亚 ，Amen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俄罗斯，咱感谢敬拜团，咱尊。来预备咱的心，咱来鼓言那些爱心的方言。阿未方言之前，咱来做一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阮来俄罗斯，主啊，咱这小小的金子，咱要献乎你的主君上，主你来锻炼，你来祝福，主你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奉献的主的主恩，祝福满满回人，感谢俄罗斯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祈的，阿门。咱真熟悉这奉献的方法，咱会使用电脑，会使用银行的支票，会使用现金。咱崇拜后，咱有一个 RPG 的福音祈祷会。十一点到十一点四十五分，在咱的当中，这个、CUB 这418的聚会是哪？十月七号七点半是杨福传道的教导。哦，咱真欢喜，咱今仔日，咱的进来小牧师的分享，咱完全咱的交托给伊，咱请。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咱拍拍，听起来拍拍给上帝，讲感谢主耶稣，感谢咱的上帝，感谢你。哦，我俄罗斯，哦，开声来俄罗斯咱的上帝，因为今日咱的上帝，和咱会当实体会来到这道，甲咱做阵。因为伊的圣灵要降落拿这道，伊的圣灵要充满咱每一个人，拿掉这道的有亚线的，有无开的、无开力的，有病痛的。今日你举起你的手，举起你的手来宣告，举起你的手来跟耶稣讲，感谢你耶稣，感谢你耶稣，给我开力，感谢你耶稣，圣灵的充满，感谢你耶稣，医治我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来，咱开声来跟耶稣讲，我感谢你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咱开咱的嘴来讲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不要讲方言的，咱来讲方言，不要讲方言的，大家来讲，哈利路亚，我感谢。你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我感谢你耶稣，咱安尼款讲就会使了，照讲，哈利路亚！
感谢你耶稣，感谢你耶稣要医治我，感谢你圣灵要充满我，感谢你天父要来看顾我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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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主，请坐。简单无？咱每一日咧起来，透早起来咧，咱就爱来俄罗斯，因为圣经叫咱人日日迷迷就爱来俄罗斯。今日咧，咱开始咱人的新的一本册。这个新的一本册咧，就是咱人要读《提摩太前书》噶后书啊，《提摩太前书》噶后书。等下我看一下，好，第三页，好。今日咧，咱要读的咧，就是拿掉这道咧，甲隔壁人讲，要有要拍美好的战争，美好的战，美好的战。怕这个美好的战，什么是怕美好的战呢？今日呢，咱就爱明白为啥咱人要去怕战呢？我请问你人，新加坡平安无？你出来平安无？你出来有战争无？有碗甲盘吼，飞来甲飞去无？无哈啊！来甲教会有平安无？哦，那咱也是讲有平安呢，咱就免怕钱呐，对无？但是你会知无？咱每一工拢是拿掉属灵界内底，甲想怕钱呢？对，甲魔鬼怕钱。魔鬼是咱目睭看无，但是呢，伊是那空气内底，伊是食着人，伊是食着环境来做什么呢？来让咱人失去对主的恩望，失去对主的喜乐，失去对主的平安。你若心中无平安呢，你就爱较紧祈祷，祝福我平安，祝福我平安。哈，啊，你若心中无喜乐呢，你就爱唱，我要过喜乐，俄罗斯，我要过喜乐，俄罗斯。对不？啊，你也无愿望咧，你就讲耶稣是我的伴照，耶稣是我的上帝，咱就爱学宣告，会晓未？简单无？真简单。咱日日也是讲哈，有安尼款做咧，咱就有变来坚强咱人的灵命。但是今日咧，我的主题就是为着真理，真理。来打这个战，你知无？有真理就有歪理，就有道理，就有无理啊。OK 啊，所以咧，世界吼有真侪人讲南山话，有真侪道理咧，唔是圣经来的。所以今日咧，咱就爱拿圣经来底明白，想是咱会主，明白咱所属奉的这位主。到底咧，伊个性格是啥物？到底咱所属奉这位主咧，是啊，足款会当来帮助咱，会当来予咱人个生命丰盛满足。阿门无？所以今日咧，提摩太前书咧有二十节，第一节到二十节，但是咧时间个关系。我把路予你人十八到二十，其实呢，这个提摩太前书呢，伊拿掉十八节，知道讲，我的囝儿啊，这个讲的就是我的囝，保罗就是提摩太的属灵的爸爸，提摩太就是伊的囝，我这道也真侪囝。啊，真侪查甫囝，这拢总是属灵的，所以今日啊，我也叫你讲，我的囝啊 ，Alex 是我属灵的囝，我的囝 Peter 是我属灵的囝，会明白袂？这个我的囝，唔是伊生伊，但是是属灵的囝。伊讲，我照着以前，以前就是古早啦，古早古拜，我记着你。
甲你讲的有缘，这个有缘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为你祈祷，我为你发出这个话。我现在呢，伊要做什么呢？让大家听好些，伊要将这个命令是什么呢？就是命令，就是伊无讲会使未使，这个唔是命令，去做就是这个命令。做妈妈的吼，真够命令。今日做爸爸嘛是真够命令。今日把当今吼世界变了，是今日命令爸爸跟妈妈了吼。爸爸，在我可知道？妈妈为我做这個，这个就是一个命令。命令吼，无一个问号的，就是会当还是未当。这个命令就是定着爱去做。耶稣和咱人的命令是爱去传福音。这个命令无讲。会使未使？有可能无可能？啊是爱干嘛？唔是，这个命令就是讲 command， 就是定着爱去做的。所以咧，伊讲我将这个命令交予你。这个命令交予你是啥物咧？交托的意思咧，就是讲哈，这件事咧，我交予你去做交托。咱知影讲当机嘛？新加坡政府有叫咱人做一个路来对写一个物件，是叫做什么呢 ？LPA 不是 LTA 哈 ？LTA 是什么呢 ？LTA 是这车 ，LTA 这是 LPA。LPA 的意思就是你有什么代志，你将你的产业。交托和另外一个人去做 LPA， 阿摩叫做 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呢，我将我本身交托和你去处理，明白未？哈，所以这个交托呢，咱就是爱明白。保罗讲交托什么呢？到底保罗交托提摩太是什么呢？交托业处，还是说不是？你看，我将这个命令交托给你，叫你做什么？叫你会当拍迄个美好的战，叫你会当拍美好的战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战有美好甲无美好的战。什么是美好的战？咱人来考虑。看卖，咱来研究哈，拿这本册来的，咱来研究。因为咧，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，就是伊的主题，就是爱怕美好一件。美好一件的意思就是讲，咱人卖吼，也未战争怕了吼，咱就做啊，无卡钱吼就走了啊，咱人就卖话去讲哈。怕迄个锅吼，是腿的锅，唔是筋的锅。不要打退堂鼓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咱人军队耶稣，军队甲到底，军队甲去天堂，这个就是美好一件。因为保罗有讲，我已经怕这个美好一件，我已经行我应该行的路，行甲去天堂的路。所以咧，基督徒的生命咧，咱人有真侪战争，尤其是黑暗的战争，尤其是这个月的战争啊，搁较侪哦，七月哦，拢总放出来，哈啊，咱人爱做咧，咱人嘛爱放出来，基督啊，对无？甲隔壁人讲，爱基督，爱基督，卖放散，爱基督。所以咧，这个意思咧，美好一件就是讲，我守这个真理啊，我无。南山听人讲的话哈，哦，耶稣来了咯啊！哇，你吼啊，今日吼有酒今日啉嘛？哇，我吼啊做我家己物件，唔是美好的战争呢，美好的战就是咧，我守耶稣的话，将耶稣的话藏拿掉我的心中，藏好，藏个爸爸。藏到暗暗，拿我心中，然后咧，挖出来，这个吼、哦，
到家，我全落尾一开的时阵呢，我是属于耶稣，耶稣是属于我的。阿门无。所以呢，即当咱人看到呢，伊叫提摩太，吩咐提摩太，你就爱勇敢，你就爱勇敢，因为我古早不为你出这个话。这个话呢，就是咱人会当看一本册，伊吩咐提摩太。你知影保罗迄阵呢，伊是年纪大，提摩太呢是年纪小，真正少年。啊，咱会知吼，少年家吼不常时咧拄到老人家的时阵，啊，少年家要讲话咧，老人家就来看者。啊，我食米，我食盐比你食米多，哈。啊！我嫁的轿嘛比你行咯多，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讲，我是老经验的，你莫讲济多。所以呢，一个少年家的牧师呢，要去管理这个教会，是真正不简单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教会呢，就是拿掉以弗所的教会呢，伊对着。因人去较老辈、前辈的吼，因为迄个教会咧是保罗开的，所以咧这个提摩太，我想咧有可能咧，伊是少年家，差不多十几、二十岁啦，哈，这个年纪，啊有可能去跟教会拢总是老人家啦。但是咧，保罗要佮鼓励是甚物咧？保罗讲，提摩太，无论环境好还是歹，你拢爱。会当行过这条路，你会当看这个教会咧，来处理教会的事咧，你就爱做什么呢？你就爱打战，你就爱打战，你就爱打什么战呢？属灵的战争，你莫和魔鬼赢，你就爱和真理赢，真理赢。所以咧，咱看到咧。第三到第七节咧，伊安尼吩咐伊；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咧，伊叫伊就爱对律法的明白，因为咧迄阵时间咧有真侪人讲真侪歪的道理，讲真侪虚空的话，讲东讲西，讲甲一大堆，讲甲哈教会的人拢总真乱呐。所以保罗讲：“提摩太，你就爱吼。”用真理来讲吼，因人所讲的吼，袂使交因啦，等下袂使做这个，袂使做迄个啦，袂使食羊肉，袂使食猪肉，袂使食鸡肉，袂使食什么肉，鱼肉，啊，袂使食这，袂使食迄，即在吼，你人去看，你也是讲，你爱知，你来参加我拜师的教导。我会直接来教导你人 ，OK？ 啊，无你人家己等去看 ，OK？ 就是第八到第十一，就讲你爱明白咧，你爱明白真理咧。啊，那无吼，你是干那吼啊？直接主哪你讲摇啊摇啊摇啊飘啊飘，汪洋中的一条船啊，飘飘飘飘飘飘，干唔知去倒落去。所以真理真正重要，明白上帝。诶，话句真啊重要，我感谢主。咱个主任牧师讲，咱就爱拿掉上帝的话句十斤，你也会使十五斤啦。OK， 十斤拿掉上帝的话句，所以咱人今年咧，咱已经是做了三本册。顶一天，咱有做诶，咱人有读诶，就是雅各书。今日咱人爱读诶，就是提摩太前书。明年咧，咱会。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讲的就是呢，保罗对提摩太讲，你都爱明白真理。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，伊甲伊讲，提摩太啊，你就爱对福音吼做见证。今天呢，那人要讲的，搁一摆就是伊对提摩太的教导，到底呢？什么是叫做打美好的战呢？什么？两行书，一行书呢，就是爱有
信心，坚守你的信心，坚守啊，坚强，搁守你的信心。第二项呢，就是爱有谦卑的良心。咱不常是讲，咱人就爱啊，做人吼爱有良心啊，咱人就爱良心讲话，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呢，这个良心呢，就是上帝和咱人会知影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唔对，什么是甘，什么是唔甘。但是呢，人的良心呢，袂当用上帝的话语来对照，是因为你的家庭对良心的看法吼，有可能呢，无根据上帝的法律。比如呢，有一个人拿到这个家庭来的，伊的父母亲会当讲这句话：“你偷食哈，就爱会晓切嘴。”哦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做歹代志吼，卖予人抓到，这个意思。啊，你看呢，这个人也是讲拿这个家庭长大，我问你，伊的良心是多还是少？只有我偷食吼，切嘴吼，安尼我就有良心了。啊，都不听人讲无，我无害人就会使了。但是呢，我无害人会使予人跋倒啦。对无，我无害人就会使。我什么？这也就是讲哈，家庭内底的文化出来的良心。但是咱这道讲的良心呢，是用上帝的话语做标准。做标准，所以这个良心呢，就是无欠缺的良心。这个良心就是上帝差遣伊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你甲我死那十字架，伊会保护、洗清气，那人的良心。阿门无？咱无搁再定罪，那人的良心对得起上帝，对得起人。阿门无？这个良心。就是耶稣洗清气，好，那人会当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会当有一日咧讲耶稣感谢你，这个良心，这个良心啊，唔是用那人这个漂白水啊，那人讲什么水啊 ，bleach 啊，什么？哈？啊 ，bleach 漂白水水吼啊，唔是讲啊哇。咱人的心吼有淡薄啊，无白吼，咱用这个水来洗，唔是这个良心，是用上帝耶稣的宝血洗清气的。伊讲吼，咱人就爱两项，咱即阵来讲信心、清白的良心。当你有这两项咧，守着这两项咧，保罗讲，你就会使拍这个美好的仗。因为咧，原来吼，保罗甲咱讲，伊讲有人吼会将伊的良心吼弃绝咧。啊，佮有一句话，你人捌听过无？就是你的良心像狗吠。这句话吼，什么意思呢？咱不听过无？咱骂人唔通安尼看骂吼，这个骂人吼安尼看就唔对唔对哈。什么是狗吠？就是吼狗吼有这个吠咧。啊，原来伊的意思是讲你无良心啦。啊，你叫迄个人无良心啦。啊，你个不听过有一条歌无？你没有良心，你没有良心啊！啊，这条歌我就不要唱啦吼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呢，拿掉这个真理来底咧。保罗所讲的呢，不是这个人无良心，不是这个人咧恶被背分，不是这个人咧伊去害人。保罗讲是拿掉军队耶稣这条路咧，伊放弃了耶稣，伊放弃了真理，伊放弃了相信耶稣，我靠耶稣，甲耶稣。这段经，伊放弃了军队耶稣的道路，这里就是保罗所讲的。所以咧，保罗讲啊，其实这款的人吼，敢若船破了，我问你吼，一只船也是讲破了，这只船佫会使行袂？
这只船是什么款的船？破船啦！啊，破船啊，是讲哈去海中啊，这只船会沉未？沉船，这个书就是讲，伊拿掉伊的真理，拿掉军队耶稣，这个道路咧，敢那破船啊？你看呐，敢那吼，无路用，伊的信心无路用，伊的信心吼无真实的。有实在的仰望主，实在的倚靠主，所以呢，船也是一个破，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你对耶稣的信仰有问题，是你的问题，不是上帝的问题，因为上帝早日、今日、永远拢无改变。阿门，无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保罗说，保罗说这个呢，啊，这种他人的真理呢，像破船这样。 OK， 因为呢，我们要知道这个背景，这个背景呢，就是呢，有真的师傅跟假的师傅。师傅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指甲哦，拿掉哦，照卡那个师傅哦。师傅呢，我所说的就是教导人真理，叫做师傅啦，吼啊！啊，这个师傅吼，就是咧啊，怎教导人来爱？但是咧，拿掉咧这个背景来对咧，拿掉第六节，伊讲这款的人吼，把路用什么咧？虚空的话吼，伊予人感觉讲耶稣爱伊人，这个是一个感觉。但是咧，把路真真的真理。真正的教导，甲会当生出清气的心，甲即个清白的良心，真的信心。咱人也是讲有真的真理，真的信心哦。定着是有真的价值的，即、這个真的价值咧，定着是用爱来挖出来。因为咧，圣经的中心就是。上帝爱世间人，甚至牺牲伊的独生子，予咱得着永生，无灭亡。所以，咱传福音的时阵，咱是传主的爱，咱毋是传人的审判，对无？咱是传主的爱。所以咧，你也是讲咧，有这个诗篇二十四节，第四节讲咧，手清气。心纯洁咧，你就是会当受这个真道，你就是拍这个好的剑。所以咧，那这道咧，上帝甲咱讲咧，因为这个背景咧，这个社会当时的社会，咱当今活在这个时代的社会，嘛是有真侪人讲虚空的话。但是咧，这个虚空的话就是我。我将人来吸引我，不是吸引耶稣，吸引我。所以呢，伊的这道师傅，假的师傅就是来来来来来，地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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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来来来，真的师傅就是来来来地耶稣。所以呢，这道保罗甲提摩太讲，你就爱守这个真理，卖亲像有一款人，伊的准是破的 ，OK。阿作汉要守这个真理咧，咱来看。阿作汉守真理，阿作汉怕这个剑咧。OK， 头一项咧，咱就爱有大家对我讲信心，甲隔壁人讲，你爱有信心。讲真贵，但是咧就爱操练。什么是信心咧？来，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话讲真多关于信心的话，伊讲信是你愿望的对，信是也未看到，你就相信的根据，这个就是用一个大巴肚的妇女，人来讲到底是信。请问古早哈几十年前哈，咱人去这个。德卡，迄阵德卡啊，
的卡也未装修哈，迄阵无 X-ray 的时阵，是查甫是查甫哈，人本是爱相信内底是人的囝，对唔对？出来的是一个 baby， 对唔对？无任何的爸母哈，会讲这句话，我看袂到，我的腹肚一日一日大哈，啊内底唔知是唔是，唔知是唔是吼？气球，啊是气，啊是西瓜，啊是哈密瓜，无的，啊是约出来吼，啊唔知有鼻孔，啊是无鼻孔，啊是无，因为每一个妈妈拢是相信讲，伊的 baby 是什么款的 baby？ 健康的 baby， 这里就是讲伊所唔忙的事，伊唔忙什么呢？健康的 baby， 对不？这个就是一个实对，啊，伊也未看到伊的 baby， 其实呢，伊到伊就写了一个证据，讲我的 baby 是健康的，这个意思。第六节，佮讲人除非有神，你除非有神，你未到得到上帝的喜悦，因为人来到神的面前，必须爱相信，伊是神啊，伊唔是好神啊，伊是神。所以呢，信伊属信伊讲啊，会想方去救伊个人。咱有上有时阵呢，咱个信心会当真大，咱个主吼会当真水。所以头先我讲一句，伊是神，唔是何神。神是创造万物的，何神是水水。所以咱个神呢是。伟大的神，你今日有看天无？你看天的时阵，你看白云真水，当今无云了，要如何了？你看草，哇，真水！你开你的目睭，你会看到人的主所做的万物。所以咧，信心咧，亲像挪亚，迄阵咧无如何，伊就去做一只船，这只船咧就是灯。洪水来的时阵，风雨未停，拢将全世界死个了。无论哪啊，只靠八个人吼会当活的。所以咧，我咧读关于圣经甲咱人的华文的时阵，我感觉吼，哇，咱有真侪华文字吼，拢总是圣经迄道来。你看哪啊，伊起一个方舟，就是这个船的舵手边。伊一家八口，八甲一个口，就是变作一只船。所以咧，当人甲你讲咧，你耶稣是外国教，你讲唔是，我的耶稣是真神，我的耶稣是创造万物的，我的耶稣是世间人的神。啊，那无我写这个字字船，互你看。啊，那无咧，我写这个伊，互你看伊。这个字呢，原文就是羔羊拿掉我之上哈，所以呢，今日呢，咱能看到神是甚物呢？神就是无的代志，咱当作有，但是唔是讲人心来当作是有的哈，就是根据上帝发出的话。个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个以诺，以诺呢，伊甲上帝同行。你知影这个以诺呢，又有一日哈，上帝讲。起来，伊无了，伊无死，伊拿天堂。有一日我会看到伊，过另外一个，这个故事咧是相反的，就是讲哈，这个故事咧是讲到无信心的人，无信心，咱卖像吼，这个故事内底的人物，这个故事咧你会记。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上帝是阿作款带伊人出来，上帝是借着伊的大能大力带伊人出来，上帝将这个红海分开，予伊人拿掉大一堆下当去上帝爱伊人去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以色列人呢，这
离开埃及，伊就拿迄刀卖完，伊就拿迄刀暗暗惨惨，伊就拿伊人就拿迄刀吼讲无信心的话，所以咧过后本正是38日的路咧，变作40年那旷野，因为伊人那旷野是高林呐，点点细，点点细，点点细，到家咧。伊人入去上帝和伊人的地方呢，马路真少人有低调，包括摩西嘛是无入去。所以今日呢，咱哪知道就有一个这个空口，这个空口就是讲，当咱人亲像以色列人安尼款，咱人就会是高人，上帝的和咱人呢是高人，教教咱人明白。啊，这款我可以，啊，这款相信伊，有可能呢？你即阵拿到这个环境来底咧，你讲上帝，我无相信你会当医治我无相信你会当拯救我的囝儿，我的孙。今日上帝要甲你讲，你着爱也未看见的时阵呢，你着爱来相信，因为呢，信心是甚物呢？信心是也未。为你成就的时阵，你就先感谢主、阿罗主、感谢主、阿罗主。我发现到我的朋友，我捌伊几十年了。我感谢主，就是每一摆的我见伊见面的时阵，伊就阿罗主。伊每一摆，无论伊的翁婿、甲伊的囝儿啊，怎款对伊，伊定定是阿罗主。我心内底咧想吼，我也是讲拿掉伊迄个环境咧，正是咧求助怜悯我，我在下当安尼款做无。但是这个姊妹咧，伊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伊会晓先感谢主。咱人有一条歌就是啊，叫感谢感谢耶稣。感谢感谢耶稣，感谢感谢耶稣的我心，对无？感谢感谢耶稣，感谢感谢耶稣，感谢感谢耶稣的我心，会唱无？咱会使特地唱这条歌。那了马太福音的第29章讲到咧。这个人呢是痴迷的，来到耶稣的门前，耶稣就问他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好？ 你相信我可以医治你吗？他说什么？我信。今天你的环境是什么？耶稣要鼓励你说这句话，我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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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信，现在咱人开声来讲，耶稣，我信，我信。你知无？当这个人讲阮信，耶稣就开伊目睭。所以咧，也未成就，咱爱心感恩，信心是也未知影，咱爱心先顺服。什么是顺服咧？咱不常时有听人讲这句话吼。你爱乖，你爱听话，这是父母甲囝儿讲的。你爱乖，你爱听话。当今那嘛是对咱的老爸老母讲，你爱乖，你爱听话，你爱食，哈。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讲，你爱听我吩咐你去做的话，这个就是顺服。这个故事呢，就是闺蜜呢。彼得甲门徒，伊人去掠鱼，掠鱼掠几米吼，一只公鱼本无。过后咧，耶稣叫因的网放那另外一边。因讲一句话：，阮虽然知影讲是掠袂到什么鱼，但是我相信，这个就是敢那耶稣那克西马尼讲，我。无想要去十字架，但是，咱人就爱
向主学讲这个话，但是我顺服，但是我愿意，但是我要吃这个苦杯。所以呢，彼得讲这句话，但是我听你的话，不是别人的话哦，是上帝的话。然后呢，伊就将伊的网放落去。当伊将伊的网放落去的时阵，人就知故事。结果是啥物呢？网破咯，鱼个头锥网破。信心是也未惊先宣告，人爱学宣告讲，人的主是伟大，人的主是会当拯救人的厝内人，人的主是会当将吼这个关系吼来跟咱厝内的人好。有可能呢，咱厝内咱的囝儿无跟咱讲话，咱的阿公阿嬷无跟咱讲话，咱的亲戚无跟咱讲话。不要紧，咱祈祷，咱相信，咱宣告，好无？有可能咱的囝儿电话无卡，哇，三四个月无卡来了，哇，你真少年！你讲主啊，我宣告，我的囝儿会受你圣灵的感动，卡电话给我，哈，好无？啊，好个吼！点点拿起刀咧，吵吵念。哎哟，我这个不好囝，这个不好查某囝。啊，几十年啦，无卡电话，其实唔是几十年啊，几十年嘛落啊，哈啊。讲卡吼，真正消极。啊，如讲吼，咱个心里有急心咧。但是今日上帝要向大家讲，宣告，什么是宣告？宣告咱会主，是咱会。生命中的满足，伊是咱的班长。宣告讲，那伊内底无人生的事。你也是讲无宣告咧？你等三十年、四十年吼，你的爸母、你的兄弟姊妹嘛，一定得到拯救。感谢主！我有一位朋友，伊宣告伊的囝儿回来。你知二十年后，伊的囝儿离开了主，继后回来家。主的身边，不但如此，伊的囝儿嘛是成为牧师传道人，所以你相信无？问身边的人，你相信无？相信无？你听人讲相信无？伊若无相信，你讲等下我为你祈祷啦，吼，好无？啊，上帝好是相信，所以第二项咧，咱头一项讲着爱有信心，对无？第二项咱讲着爱有良心，这个良心咧。是甚物款的良心？就是清白的良心。咱看到保罗讲一句话，保罗伊讲：我家己顾你家己，对神对人拢是有清白的良心，就是无欠亏的良心。我对人对神，我顾你家己，上帝。我的良心也是讲有污点，求你原谅我。咱就爱不常时检查咱的良心，因为咧，这个检查咱的良心咧，咱才有变咧来抵挡魔鬼。因为魔鬼真狡猾，伊不常时吼，用人用环境，尤其是咱厝内的人咧，来攻击咱人，尤其是外邦人。真够讲话，攻击跟咱人吼，无话讲；攻击跟咱人吼，有信心变到无信心，有五万变到无五万，有喜乐变到哈有忧伤。你能捌安尼款的经历无？有无？有哈。所以咧，保罗讲咧，这个真正重要。为什么咧？咱人就爱有，对我讲信心、清白的良心，因为。圣经讲，有的人吼放下良心，放下信心，所以咧，这个人是怎样咧？为什么咧？保罗讲，咱就爱怕这个剑，就是因为咧，有的人咧入了魔鬼的欺骗，所以伊人家会离开真会多，咱不常时会想起吼。人也是讲带领人来信主吼，迄个人开始的时阵是毋是真正欢喜？有无？但是日子过了吼，你捌看有一款人吼，
有来教堂啊 ，OK； 无来教堂啊 ，OK。啊，有读圣经啊 ，OK； 无读圣经啊 ，OK。伊人就渐渐咧入去世界，伊人渐渐咧对主的信心就无了。所以咧，保罗今日过一摆来提醒那人，你就爱有信心，爱有清洁的心，你就爱做什么咧？你就爱穿主予你的军装，主予你的军装是甚物呢？主予你的军装呢，就是信心，就是公义，就是伊的话语，就是咧，伊予你传福音的脚步，就是予你咧，即个头盔，头盔就是挂迄个 helmet 啦，吼，你头甲袂予魔鬼来攻击，所以咧。咱人啊，怎款呢？就爱修咱人的信心。咱人啊，怎款去修咱的信心？咱人就爱举起主的军装，咱人就爱穿主的衫裤。所以咧，拿掉这刀咧，咱甲会当来抵挡魔鬼的诡计。魔鬼真正做诡计咧，伊敢那是一个魔术师安尼款的。魔术师哦，知道？你看我手举花哦，等你变做什么球棍？但这个迄、那个魔鬼的伊的想来对吼，真侪诡计。但是这些的诡计，拢是要予咱人将咱人的目睭看咱的环境，将咱的目睭看家己，将咱的目睭看世界。所以今日耶稣讲，咱人就爱谨守，咱就爱拍这个战，咱人有。甲会当呐，这个真正吼啊辛苦的日子，真正这个邪恶的日子，咱甲会使坚持到底，咱甲会使守着咱人的军队，咱才会使徛。你知吼，拍战是真正伤身躯，拍战是爱用真侪精神去拍战。但是咧，有个人拍战的时阵赢了吼，哇，伊堕落去了，堕落去了。安尼款，这刀保罗讲是不应该，咱就爱守着咱的信心，拍这个战，到有一日咱见到耶稣为止。所以咧，伊讲到卖像这两个。这两个到底是谁呢？这两个呢，咱看到呢，原来呢，这两个人呢，伊的名叫做什么？伊的名呢，就是叫做弗比奈。弗比奈，弗比奈呢，伊这个人呢，甲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这两个人呢，伊人亚历山大，应该是叫亚历山大，好、哦。保罗讲：“我已经将因交予撒旦。”请问你人撒旦是甚物呢？撒旦是谁？撒旦是你朋友还是你敌人呢？对，哇！保罗诶，保罗讲这句话，伊是教会的牧师咧，无爱心咧，啊，怎款讲这款的话？兄弟姐妹。恁困气呗？你知吼？咱个读落去，咱爱明白咧，明白吼？啊，就看保罗会讲一句话。保罗讲：我将因交予撒旦，予因咧会当咧受到假释，受到假释，迈过来帮助上帝。有一个罪，圣经讲是未当得到赦免的，就是谤读上帝。你谤读人呢？上帝讲会得到赦免，对无？所以呢，拿掉这个以弗所书内底有讲，咱卖予圣灵忧伤，因为这个圣灵呢是当初呢，你相信耶稣的应许，所以知道呢。伊人原来咧是谤读这个上帝，伊人是阿做看谤读上帝咧。这个弗比奈讲，
无服我，耶稣无服我。伊人讲的道理是歪的道理，所以咧拿掉这道咧，咱看到咧，伊人讲的是骗人的道理，所以咧这道咧，伊是不是教导咧？伊人有可能是教会的领袖啦，吼。所以咧拿掉这道咧，伊人讲的话咧，就是咧，互人偏离这个正道。另外一块呢，就是讲富康的话。保罗讲，我已经将因交予撒旦，什么原因呢？是乎因人得到假释，因的灵魂呢会当拯救。我要甲你讲，这个真的一件事，这件事是拿掉我的朋友的教会，我的朋友伊拿掉一个国家。有一间真大的教会，有一日呢，有一个妇女，甲另外一个妇女，甲另外一个领袖入来甲领袖的开会，这个是领袖的开会。来滴，因为这两个呢，就是亲像阿勒三代。甲这个胡米奈是领袖，教会的领袖，但是这两颗是一颗有翁婿，一颗有太太。因两颗咧做无应该做的事，伊两颗咧有一段情，但是因是领袖，劝告因，叫因袂使安尼款做。甲恁讲，这也是三来的，但是到个一的时间呢，因拢卖听，你就爱做什么呢？下开因的罪，但是当呢，伊下开因的罪的时阵，这的妇女死不卖人，死不卖人，恁会明白什么叫死不卖人啦？吼，那福建人有一句话，就是讲。假气气，我无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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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咧，拢总会领受，拢会知。迄日咧，我这个朋友，伊是牧师，伊讲，我现在伊用这句话咧，正式用这个经文，我现在将恁交予撒旦，予你得到假释。你现在就会当翻身倒转来，你若无，我若无安尼款做咧，你就会落地狱。你知吼？这个妇女当伊讲这句话出来的时阵吼，这个妇女吼，耶稣，伊讲耶稣求我，我若地狱，我烧甲真正烧，我袂使，耶稣啊，怜悯我，救我，救我，一规个人吼。好害羞！伊讲我忏悔，我有做，我忏悔。耶稣怜悯我，耶稣怜悯我。哦，你能为我祈祷？咱的目睭看袂到，但是属灵界内底，伊讲这句话的时阵，过后伊承认了哈，教会甲牧师为祈祷，主怜悯伊。过后。当然，伊无死啦。过后咧，伊忏悔了，伊慢慢、渐渐的回来个主的身边。有的时阵呢，咱人看这段经文的时阵，咱会讲：“哎呦，嘛那会使安尼看交予撒旦，嘛那会使。”但是咧，咱爱看这段经节，咱爱正确的来看，为着咧。伊的灵魂无落地狱，是佛主加持。所以我希望啦，我希望我未到到这个地步，我也希望咧无基督徒会到到这个地步。但是咧，这也是真实的故事。所以我今日咧读到这个经文的时阵，我就记得伊的故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卖像亚历山大安尼款，卖像这个黑比奈。
你知影，伊害保罗，伊抵挡这个使徒的话语，伊抵挡真理，伊抵挡耶稣，伊抵挡圣灵。所以咧，即道头先我讲的，耶稣嘛讲，伊讲人一切一罪，就是谤道的话，拢会当得到赦免。但是咧，讲到咧犯上帝的罪咧，今世来世总未当得到赦免。所以咧，这两个人是甚么款的罪？伊人是破的罪。所以今日咧，当咱要为真道来打战的时阵，咱爱有两样，咱爱坚守咱的信心，咱爱有耶稣的宝血洗清气，予咱清白的良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既然咱人拿掉这道，吼，咱人有甚物款的信心呢？咱着，咱有甚物款的信心？咱有真理的信心，上帝予咱的信心。咱有口才，咱有知识，咱着爱有帮助人的热心。加对待人的贴心，拢爱有这个啊显现出来的这个丰富，那人也是要拿掉隆重的代志来得咧，人爱做出有信心加有清白的良心。阿门。所以咧，今日咧这段道咧，跟咱讲。为着真理打这个美好的战争呢，到到有一日咱去天堂，咱的信心莫放松哈。啊，若无，咱就是敢那船破无柴工。啊，咱的良心哈，莫和魔鬼偷去。咱的良心爱带主行，达日那主的面前叫主颁赞咱。阿门无？所以咧，这个经文十八到二十节。甲咱讲，就是爱守咱的真理。阿门。咱来做这个基督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你就是遐尼好的上帝。主啊，今日你予阮来这道，有可能若阮中间呢，有个人的信心，主啊，已经是爱虚假了。因人的心真正软弱，因的心真正灰心。因为因看袂到因厝内的人的拯救，因看袂到主你为因做的事，但是今日你搁一摆叫因唔通放弃，唔通放弃。无论呢因人甲厝内人的关系是甚物，无论因人的身体罗军讲甚物代志，但是呢主啊，今日呢搁一摆，予阮有这个信心，会当抓着你，会当呢主啊牵着你的手。卖放松，主啊，和阮搁一拜主啊，阮的良心，主耶稣啊，是清白的，就是主，阮的良心无和魔鬼定罪，阮的良心，主耶稣是主啊，阮行的正，主耶稣，阮行的稳，主耶稣，感谢主，主耶稣，阮今日拿掉你的面前，阮无愿意魔鬼来，甲阮讲，阮。是无得胜的，阮是失败的，因为拿掉耶稣基督，阮是得胜，不得胜。所以今日主耶稣鼓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论是网上的，还是实体的，和因的紧紧的主啊，来收着因的信心，紧紧的主耶稣，主啊，拿掉你的面前，和你的宝血来洗清去因的良心。因为主啊，这就是你爱阮安尼款做，甲会当打这个美好一战。感谢你耶稣，搁一摆听阮；感谢你耶稣，搁一摆主啊鼓励阮；感谢你耶稣，搁一摆来提醒阮。阮安尼款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感谢小牧师
这片岛，有咱警醒，咱为传福音来打拼，好无？咱来做一件，做一来打拼，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Amen。人的信心，咱每一日就爱来传福音，加会对的主耶稣。所以今日呢，咱有一件事爱做的，就是顺服耶稣。人爱来仰望耶稣，人个爱来宣告耶稣，好不？感谢主，现在咱来接受主和咱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甲恁众人同在。阿门，阿门。主祝福恁，爱会记等下咱人分组来讨论今日的道。过咧，咱人然后咧有祈祷，四点也是讲有祈祷的思想咧，散会了。牧师会当为你祈祷，领袖也会当为你祈祷，传道也会当为你祈祷。阿麦走吼，感谢主吼，愿主耶稣祝福你人下礼拜阁见面。